林小蝶，你怎么能脱我衣服呢？我脱你衣服怎么了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仅脱你衣服了，还碰你身体了，怎么着？默默看着你走。 即使期待你回头，不是不想挽留，实在是我太不习惯开口。心动沉寂已久，逐渐清晰的面容，从前没能看透，原来我如此需要被你守候。 来自陌生人黑暗中的双手，来自爱的人光明中的温柔。别怪我太执拗，习惯了路自己走，只好天黑前赶到陆阳家门。 我带你回家，属于爱的人，星光般的温柔。回忆用爱拼凑，往后的路一起走。天黑了，你将手放在我胸口，就足够。 回忆用爱拼凑，往后的路一起走。天黑了，你将手放在我胸口，就足够。 沈凝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不是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 崇拜的眼神看着我呀，我知道我的形象现在在你眼里一定光辉又伟大。不是，好了，感动的话就不要多说了，我都懂的。林小蝶，你怎么能脱我衣服呢？我脱你衣服怎么了？哎，我好心把你救回来，你不谢谢我，你还怪我脱你衣服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仅脱你衣服了，还碰你身体了，怎么着？ 林小蝶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是个女孩子，在没有征得别人同意情况下，你怎么能私自脱一个男生的衣服呢？这像什么样子？我要去洗澡。不准你洗！今儿我就治治你这毛病。不洗了。 好好躺着，我去把粥给你拿过来。我不想喝粥。我是说，我可以出去吃，我不习惯在屋里面吃东西。走。让你吃你就吃，话怎么那么多呢？就你这么弱的身子骨，你还挑食呢？也就是在我这儿，要是我爸在这，直接给你摁米缸里。老实待着。